今天周大新不在家，文哥约了一个漂亮小姐姐去吃一个烧烤小龙虾的一个非常火爆的场子，不准告状啊！李子来了啊！哎，来了，金姐来了，来坐坐坐坐，文哥。我也来了，您到底干嘛？老婆，我照样看着你，我得走了啊，我得下嘴了，我有事。你走，拜拜拜，你把账交来走吧。你说我约秦姐吃个饭，你得跟着来干什么？你说自己不长点眼神儿，俺老婆来，我不得跟着来？没给你们交代明白啊，秦姐的老公邓邓，老万，邓邓人的夏天，那就是啤酒烤串儿、小龙虾、小龙虾，这个地方叫酒吧龙虾。来吧来吧，相约酒吧，主打龙虾小烧烤，然后露天卡拉 OK， 晚上不撵客哈，就跟那个啤酒节、啤酒大棚一样，随便唱，想在这个地方唱多久唱多久，喝多久就喝多久，专业的不言听，就言听那唱跑调的。人这个地方场子很大啊，可以搞公司团建，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球，过两天就可以看球了。我就直接走就可以了。啊，对。哦呦，来了！今天要的蒜蓉了啊，蒜蓉小龙虾，这是酒吧龙虾人家主打的一个东西，人家把名字挂在门头上的这样店，你记住了哈，吃的都不弱。它龙虾吧，个大啊，个头在这个地方，滋味挺足的。现杀，我看虾线都炒过了，那个虾头也处理过了都。蒜蓉龙虾哈，必弄啊！咱还要的人家这个麻辣小龙虾哈，这麻辣小龙虾是人家比较有特色的哈，各种麻各种辣，里面有一个秘制的酱汁。第一次见小龙虾，小龙虾里面放。嘎啦是淡水的虾跟咱们海水的嘎啦碰了一碰，啊，真香啊！东哥，你笨哥，来，thank you 了啊！这波狗粮真是吃的肥的等等的，我得给老婆打电话。啊，喂，赵鑫，在这吃吃小龙虾，过来给我扒虾来，真也有扒的，你别瞎忙哈了。我先吃小龙虾，我喝个酒。那个又受刺激了啊！你真不要加班啊！你加油，咱好休息了，我揍你啊！咋了？东哥，是给笨哥。人这个地方吧，主打的就是烧烤，所以各种烧烤都有，烤蚂蚱、烤猪蹄儿。猪牛羊身上的上火下火什么都有，想到了你想不到的烧烤品种几十种。烤蚂蚱烤的挺好吃的啊，真香、啊！一会儿烤蚂蚱把它拿住了。你们以为烧烤光烤串吗？到了海边就是烤海鲜了啊，海蛎子、烤扇贝，还有那个烤鱿鱼，那个大鱿鱼啊，抹了秘制酱料，烤熟之后给你剪开上桌下酒，烤牡蛎，男人的加油站。我们还有烤扇贝。里面是一个巨大的扇贝柱啊，青岛本地扇贝，你来吧，你还没见过这么多东西呢，海里的东西。然后我跟你说啊，青岛人吧，一般都是什么节奏啊？啤酒撸串，唱歌啊，跳舞，之后哈个野馄饨啊。他这个地方你可以，他是个一站式的。美丽水晶涂的光芒交汇，你我眼睛。这老婆一定要找青岛小妹。青岛小妹吧，就是什么啊？实在泼辣，大胆泼辣。对，带出去有面儿。在家里是夫妻，当夫妻用。出去以后啊，啪，茶香响了。喊大喊啥？全青岛小妹。皇天厚土，而且人家青岛小妹这个彩礼非常少。谁说啥？88万8还多？不多，不给的先写借条。这是送心意，老婆是说出来了。而且青岛小妹颜值高。长得漂亮，送化妆品。